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29号啊，我们的斗罗三傻又来了啊。不过我们把小趴赛替换成大趴赛了，博哥他已经在这个当城主了。昨天我们单挑啊，就是在外面直接切磋打赢过他，三把打赢了一把，已经很不错了，我尽力了。但是、后面其实我发现我的空间还比我想象的高。我和大家说一下，昨天中枢是一个什么战况？昨天打到了1:50、1:52，我次数送完了，然后后面欧阳还送了几次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把人打完。人家博哥应该就只剩一两次了。过12点之前，我还剩六条命，博哥已经没有命了。他打送到11:40，他就没有送了，然后过了12点，他又有次数，他又来送。昨天其实我们很有希望获胜，但是差了一点点，因为连着有几次，有4-5次，我一直死，一直死，就不太行。昨天打这六级生，我做了很多的调教，我告诉大家，我做的最好的调教是做什么？我发现打架这一波输出最高的就是剑骨合体第二次的这个波神龙，我如果先比他合，我优势就很高。所以我怎么样先给他合呢？我就把这攻速调高。我不太清楚原理，但是我只知道，如果我早点攻速高一点，对吧？一个是陈胜，一个是雷霆万钧，就这两个魂环。昨天是把陈胜拿过来之后，就起了一个奇效，我就发现我这个很容易第二次先比他合出来，然后先把他击溃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我第二次打的伤害不足，那他就不会暴毙，那他就可以很轻松把我给干掉。那我就在想怎么样不断的提升我这个家伙的其他的输出，一直在调教，剩下的其他的魂环也调了很多。然后这家伙其实就是搞了一些输出在这上面，这上面还是尽可能的肉，对吧？尽可能的肉。然后昨天还有个东西，我发现我有个东西调了之后它就不在了，就是命运之力。命运之力这里是给蜘蛛上了一个比目之汉，让它有更高的这个防御，这个东西效果还是挺厉害的。上了之后有点效果啊，就是一下子就送三条命变成送两条命，送一条命然后就能换一次了，就还不错。然后今天我们虚无争霸打25局没得看了，就没得看。我是觉得这游戏昨天很可惜，周六没有给大家播。如果昨天周六播的话，其实是相当精彩的。那么等到本周六啊，就是这周的周六啊，我们如果还要再打，我会给大家看一看的。到时候我们都去找博哥调一调这个号。我觉得光小龙调不行啊，我现在对这游戏都不了解了，我对我自己的号都不了解，对吧？就没有什么感情，我就是一个机器人，一天到晚就是拉活动，不太有意思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还是我也要了解了解这游戏。小龙限时回归多少点券可以出？98，对吧？98点券，只要9.8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刷礼物，如果没有礼物的刷的话，点一点这个小红心，对吧？也可以了。妄图要干嘛吗？在这儿不方便，抱歉。然后我们祈愿我看一下，已经来了。祈愿先起吗？我们这个也没有，有了。我们这个也升不到20人，好难的。谢谢心动。啊，不就是夸你漂亮吗？这违心的话你也信？比你两个好看就可以了。哦，比我两个好看，好看在哪儿？大家说。脸看着比我们红是吧？那屁股，那个猴屁股才红，他人猴子才比这个红不红呢？我们不比这个红，对吧？我们比的是有智慧啊，有才华，给你调是吧？我们慢慢调教。这儿我们可以把神魂试炼全都找回，现在就打这个经验，然后一边打经验一边和大家闲聊不就行了？先把这边的买了吧。我才没有看上你，是被他骗了。对，他没有看上我，他是是小龙教了我一些话术，就把嫂子给骗过来了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能有嫂子就是很感谢小龙啊，非常感谢。这个小姐的声音好好听。你是谁是吧？她是我媳妇儿。也可以不是。我圈养的。每天供她吃供她喝。一把屎一把尿一把尿养大的，什么呀？然后他现在很凶残，动不动见人就打。要不是我在小龙和他中间隔着，他就把小龙打破相了。所以我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作用。小龙，你就不给我打50，转个钱。小龙，我什么时候打过你？你可以跑，可以跑。昨晚小龙在看小花菜，小龙不看小花菜看谁呢？对吧？就是、我们七里除了我老婆，就没什么女主播了。他难道看我老婆吗？这不像话对吧？啥意思嘛？每个人开直播我都会看的呀。哦，瞎说，我开直播你就没看过。是好，然后我们这也啥都不管了，我们先把这个先买了，然后再把邮件一领，啊，谁都不爱。神剑秘境这个都我们昨天都打完了啊，但是史莱克挑战我这个好像哎呀差了一点点，哎呀昨天我说下来打结果就没有打完啊，可惜了。等一等，我非常感谢我老婆，她从今天开始决定。每天啊，每个月支持我15000充这个宏图归来，以后我宏图每天预算1000了，非常感谢他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在这播了。哦，哎，你不在这播，你在哪播？你不是你那边现在还空闲的吗？你现在那边不是还没事做吗？你就先来我这儿凑合一下呗，总比做一个混吃等死的懒人要好呀，对吧？你说是不是？我哪有混吃等死？那你，哦，不想混吃等死，那你就来我这直播间没有错呀，对吧？你自己说你不想混吃等死，老板不用在意老板的，我就当你老板好吧？这个我们开个什么，龙哥？我能说啥？开龙单吧。龙单工资你开不起呀、都可以。就是21小时，你不是？
隐藏出了一个这个光明摄影灯，对啊，中间那个呀，这个还不错是吧？这就像你和他第一一样啊，但是不带字。对啊，你带你第一也不一定带字啊。哦，就是这个很好啊，这不给他对吧？对啊，你这不带，你拿第一也不一定能带字啊，中心。好，哦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，我们是第三，我忘记了。对啊，图可以当你的干儿子吗？我不说话，你决定。干儿子就是每月给爸爸打5000的这个工资的这样的干儿子是可以要的，多多益善啊，麻烦多来几个这样的干儿子，谢谢。龙不想理你们是吧？没关系，不想理也得理是吧？然后，哎呀，再把这个买完。我今天一直没有买这个，稍等，我们先去打这个活动啊，副本，神文试炼，走，就是石庙水就不搞了吧？啊，不是什么那个公孙庙水就不搞了，这个还是搞一下。走你，开个大剑都不知足，好，嗯，这都能开到，我也很开心。抱歉，我太开心了啊，忘乎所以了。这儿百万年差了一点点。其实我还有一些关于魂环的问题想问小龙的，但是现在先等等啊，我先慢慢搞一搞。战士无双，我不知道。战士无双搞一搞，要不给他弄一下？百万年，都升到这个年份了，就给他升一下。城主拿到了吗？没有，让博哥一手啊。主要是我刚休息去了，对吧？绝对不是我打不过他，我昨天打了300，还赢了一把呢。图，你3700打不过33万，33亿的时候再找我吧。这个三千万的这战力太低了，我都不好意思教你，我跟你说。小龙在旁边吃狗粮，那学习招式以后学的一招半式，对吧？撩的小巴菜心花怒放，对吧？肝颤啊，澄澈之魂，哦，有这个东西的，知道了吗？难道就差一点点就可以兑换了？还能再兑换一个、啊、感觉？那兑换应该是七星的。哦，澄澈之魂是吧？好，等等再看一下，希望这些都搞完，背包里的东西都弄完啊。祈愿，这个先用了，把这些都点了。现在说到要教这个小龙一招，我就教你一招，对吧？小龙，仔细听好了，你嫂嫂最近来了大姨妈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对吧？来了大姨妈要怎么样哄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女朋友或者你们喜欢的女孩子啊，来了大姨妈一般是怎么哄？喝热水，喝烫水，肯定是不行的。但是怎么样让她哄呢？她开开心心、舒舒服服的呢？你要说喝红糖水，对吧？红糖水就多一个红糖，但这不是全部。其次，你要第二句话。少吃辣，不要喝凉的东西，对吧？第二句话再说这么一句，第三句话晚上盖好被子，对吧？就很体贴入微了，这就是废话，各位还喝岩浆，你就说一些正确的废话，但是这个废话别人不会跟他说的，他找别的男人也不会和他说。我们做一个渣男，就是这些细节上面要把控到位就可以了，就这么一招，就一招制敌，对吧？你嫂嫂就服服帖帖的就被我拿下了。大家相信吗？你们要这样做，你们住孤身啊？不是。你当然也可以给他买一杯什么，这个红糖姜茶之类的什么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买，但是如果只是想当一个嘴炮啊，想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，对不对？就用这一招就可以了。我这招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你们回去试，反正不能说喝热水，疯狂 PUA， 这么矫情，不一个大逼都过去，没有，你们发微信就可以了，不是当面说啊，当面的话你肯定要哄得更好一些，但是这个只是说发句微信和他说一下就可以了。龙蛋很难说，没有人弄同志是吧？好的，不着急，那么搞这个给谁？给蜘蛛搞一个觉醒一下，这个是增加伤害的，没啥作用。小龙是黑子吗？小龙不是，他很白的，你看白吗？这个裤兜掏开特别的白，特别干净是吧？你说小龙白白白白、啊、对刚学了我说的，现在去医院的路上哦，你不用非要找的那个70-80岁的富婆，这个不太吃得消，找一个20-30岁的富婆不好吗？对吧？你要找70-80岁的天天往医院跑，这谁受得了，对吧？这谁能受得了？你们别看着我找了富婆，你们也去找这个富婆，但是不挑年龄，这不太好，不能只图富啊！你看这笑声啊，这就很棒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刚刚这个还没有分解完啊，来再继续，这个是买完了的，把这个东西用完。哎，应该是在邮件里，圣光赐福点完，走你。我们现在就只有60万的钻石了，我估计。下次限时应该快接近了，我们过年前后都没有出这个限时，下次限时小龙要是有的话和我说一下，各位观众可以和我说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再搞一个大件，反正嫂嫂现在最近还在这儿嘛，对吧？我们再坑他一点，再加100万加里啊，56万，反正嫂嫂不用来坑，那小龙反正坑不了了，只能坑嫂嫂了，老板也不常来，自从我把老板坑了半行之后他就不来我这儿了，哎呀，留了我孤家寡人一个。嫂子，我是专门来看你的，这不点个关注，点多点几个关注啊，各位，你们的关注让我有更大的动力，天天把他薅过来，从家里薅过来，不然他每天在家里都做那点事，对吧？啊，我很忙的。来这儿，管他你忙不忙，信仰之恋直接卸下，直接合一个，
这我提前准备好了。来，海神之心，这个好像是能加攻速的，攻速加六 ，nice。这个给蜘蛛，还是给蛊？攻速，给蜘蛛搞一个。好，嫂子是小黑子吗？嫂子不怕不带事啊，他要是都黑的话，那就没有白的了。来，我看一下啊，宗门其实今天这个也可以再投一下，今天我忘记投了，抱歉啊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小龙，要不是我之前乱弄，早就合出来了。说的很对，没关系，嫂子昨天合出来了，但昨天坑了我1000块。你是看直播了吗？小龙，我很好奇。他在看小趴菜的，哪有空看你的？开车有点猛，没啥，反正我们就开会儿，这只欢乐时间只剩15分钟了，各位，加加油。你会背着嫂子看美女主播吗？他都当着我的面看黑丝大长腿哦。我之前刷一个，我之前刷皮皮虾。啊，我就是很皮，很喜欢。我刷到的都是那个黑丝的真人，但是现在刷到的都是动漫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都刷不出真人来了。就是嫂嫂最近经常在我身边看着我，我看到那种真人的黑丝，我就直接划过了。然后就是看那个动漫的，我还能多看一下，我觉得他应该也不至于说我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过到这样一种境地的。所以各位，你们要是对吧，对这个东西很执迷不悟，你们最好还是晚一点再结婚，对吧？晚婚晚育，幸福一辈子，是这个意思。冒桶之间是说要播玩，要玩魂师对决，我说了，而且也要玩。我们之前魂师对决玩过3次啊，最多一次充了20万，但是别着急，我们以后要搞一次充100万的，到时候我找老板薅个50万，再找嫂嫂薅个30万，再找小龙、小白菜、痴心、布雷每人薅5万 ，nice， 我就不用出钱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计划我计划的很好，计划的非常周到。小龙，你现在跳槽跟我还来得及，你要换个公司吗？等开的时候我先请假个半个月再来。啊，跟我去卖鸡蛋吧。嗯，卖鸡就卖鸡，还卖鸡蛋？你嫂嫂是卖鸡的？我不是了。哦，你嫂嫂是出来卖的。他是做三农的，就电商主播啊。再说一下，我没有这个挑衅各位的意义。他真的是卖鸡和卖鸡蛋。我真是电商，真的是卖这个的。但是我呢，也不在这儿打广告，不让大家这个难受了。然后神文试炼怎么就没有次数了？24次，哎，可惜了。我看一下，能升不了几级，这个非常难升。现在就把这个祈愿都做完吧，对吧？都做完 ，OK， 然后再做最后一次神魂试炼，表白小龙的第38天，38天我都没看到。小龙要求你把这个第一到第37天补出来，之后他才愿意和你过38天，是这意思？加加油吧，嫂子卖的鸡蛋好吃，他卖的是土鸡蛋，鸡蛋的那个特别的小，每次都不够吃，就觉得很没有意思。赶紧把这些都升一下，加点虚战。其实小龙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问你两个问题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属性如果要调，其实调不了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蜘蛛啊，它血量是最高的，攻击也是最高的，我还要塔，要主塔干嘛？我就要蜘蛛就行了。塔攻击高，可以给他们加成剑和骨的。明白明白，这个有点难，我感觉因为我蜘蛛非常需要肉，我就一直在强化它，可以强化它，就把它弄得就是这样子，但是它也真的是扛得住，它那个扛伤扛得太厉害了，我给大家看这家伙的魂环。我其实火，小龙直接放这个剑上面的，我直接放过来，我也放过来了，包括比蒙之汗我也拿过来了，闪生命、闪不屈全都拿过来了，神圣化身、天资强命，这个狂加血，狂加好多好多血，再加个邪神火，这个真的是到头了，唯一就差的是一个是什么？差龙魂，如果这个再来一套龙魂就好了。各位一区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龙魂赶紧卖我啊，20-30我们就收，对吧？卖小龙啊，卖招呼小龙，我们就狂收不止，然后每天把这个落日森林打一打。落日森林有了我们，怪都少了很多。再说，表白老王图没什么用了。他为什么要表白我呀？我不知道呀，要问你呀。那我觉得好奇怪嘞。刚才有个表白你762天的，你都不感兴趣。哦，表白了我762天。嗯，你在干嘛？我把你的爱意转达给了嫂嫂，然后他呢没有选你，选择了我。他很眼睛很瞎，请你多多谅解，多多担待啊。啊，你看我看到了，那726天呢、哦？嫂子多大了？我看一下，也不是很大。一只手握得过来啊，也就这么大啊，再多也不能说的更多了，请各位谅解一下，我们这个还是一个正经人的直播间，说太多不太行，太伤心了，妄图看不上我，看得上你，你要来呀，你谈个网恋，网恋最不靠谱了，其实我和嫂嫂也是网恋，对吧？去年3月份，我们谈了，其实不是谈，就是聊聊天，就是愉快的聊天，然后你嫂子就疯狂的爱我，但是呢，我当时对她没什么感觉，但是呢，她就认定了我，然后呢，我们。迫不得已，有一次吵架之后，我就哄他开心，我就说去看一看他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怎么还不来？”我说：“好好，我下周去看你。”然后我8月份就去了。哇，这给了那么多东西，你看嫂嫂在给了16个东西，这里面最多就是给16个。你们谁见过给17个东西的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里面副本 V8 副本给17个东西，还给了个魂斗罗。
很牛掰。小龙疯狂憋笑，没笑，你们说啥呢？咱可能笑，没关系，憋就憋了啊。感觉我一直在开车，但没有住证据，证据仔细收集一下不就有了，对吧？来，我们去里参观参观，找一找这蛛丝马迹，自然就有了。旁边这个是谁？是我媳妇儿啊，是我老公。大家好，我是妄图新嫁入门的，我是他先生。大家好。哦，先生，这个过年给没给我这个安家费、置业费？好像真没有给啊。嗯，那这个说不过去了。现在给？直播间能给我吗？你是要刷成礼物还是转账都可以？就是，我想你每天多给我几次。哪一种啊？就是那个呀，就那个呀，多给我几次。今天妄图太胖，必须要加粉团是吧？哦，我说零花钱啊，因为你要吃早点啊，吃午饭啊，吃晚饭啊，出去打个车，这些都要钱，所以多给我几次这个零花钱就可以了，不是别的，你们别瞎想，我们直播间是非常干净、非常纯洁、廉洁奉公、守法这个。尊规尊矩的这个公民啊，公民，车速从来不快，快的只是你们自己的这个邪门歪道的心思，只是你们内心不安静，只有你们内心静了，你们才能啊修炼出来，对吧？才能变成这个像你这么油腻的男孩子吗？啊，那不是了，我这么油腻是娶不到老婆的，对吧？不能像我这么油腻，对吧？但是像我这么油腻可以嫁得出去，你知道吗？能嫁出去也不错啦，可以了，来，我们把这个打完。今天是表白老板的第一天。不是，你立场怎么不坚定啊？刚刚不是对他762吗？我都记得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立场要坚定。哎，小龙，我们那个分解魂环兑换雷霆冠军的那个东西怎么不在了？那活动是不是固定时间的？哦，好好。然后还有个魂环的问题，待会我们再打博哥试一下，把这打完。还有个就是冰地蟹，冰地蟹它是一个纯纯的肉魂环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的神龙好像不会死，它有极小的几率暴毙，但是我现在就是。博哥他第二次融合出现之前我绝对不会暴毙，他第二次融合之后伤害很高才能把我打死。你看输在了39秒的时候，对，但是如果说他挨到了39秒我必定输，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39秒之前把他打掉一个角色，要么是单杀他的剑骨，要么是杀他的河野神龙，只有这样子才可以赢得胜利。所以我昨天就在想我要再调一下，其实还有调教的空间，对吧？其实我要针对性的去调，如果你们要学我现在其实就可以学，但是如果之后我们针对性的去针对博哥去调，那样的话其实你们不一定适合去学，但是你们可以尝试一下。所以小龙还是觉得自己调，没关系，小龙在调号上面多帮水友调号，对吧？我这边我多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我最后再找小龙，对吧？这个小龙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啊。小龙越看越帅，他耳朵还有个白色东西出来，他耳朵堵住了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干净，内心很干净，不希望被嫂嫂的同龄般悦耳的这个欢声笑语的这个淫笑啊，我哪有钻进了耳朵，这样的话他晚上睡不着了。各位，你们两个在一起真幸福，我们三个一起吧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梗啊，一般，好，我们都少见多怪了。好，今天就可以做这个合成了，来，啊，罕见魔晶也可以合，哇，现在又差前面的这个东西了，这前面后面到处差，来，天使领域合一下，银铃般的笑，你们以为是什么淫笑？哎，各位，你们别想多了呀。你们大哥，你们是有问题的吧？小龙左耳进右耳出就行了，是吧？等一下，等下卡住了，等一下吧。其他的，哇，好，强化完了，各位，我们以后再也不需要这个天使领域了呀，天使领域都多了，我的天，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痛苦。开服第270天，天使领域竟然多了，想不通。好，现在我来试一下，各位，我们先打一下博哥，还是我们直接换了之后再打？我就先打两次试试看吧。现在10:22，反正也没有别的事情做了。来，无敌大一宝，脆他！其实我觉得我们每天直播有好多精彩的点，可以剪好多视频，但是我剪不过来。年纪大了是这样子的，体力不支嘛。所以你得赶紧学剪视频，来帮我剪一剪。博哥37亿了，差不多，反正他高我8-9亿的样子啊。小巴菜下班了吗？好，这儿你看，这个塔掉血没有关系的，塔掉血他不会死的，只要骨化神龙，他只要一出来他就稳住了。然后现在，我靠，这个没关系。现在等我神龙出来了，就，哎，我神龙呢？41秒完了，我要没了，我把他血打掉了，他 nice， 他神龙暴毙了，各位，他神龙被我打没了，没死，再打一下，他神龙又出来了，死了，各位，我赢了，这是我昨天调好的威力，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昨天我只想着说调一下把飘然给打过了就可以了，但结果昨天还打赢他了，这就是很好的，就是理论上在他第二次合体之前，我把他给干了就行了，就是这样子。
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就是昨天研究了一下，为什么他刚刚骨死，其实是他神龙死了，神龙暴毙之后骨会死，然后剑的话会掉到 30% 的血量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然后再打一次，我估计后面两次有可能都输，等等看啊。可以打你一下吗？你是要打他吗？我把你打了，你看合适吗？不是，给打一下他吗？哦，那打不到，太远了呢。那你一般是怎么打人的？如果是游戏的话，可能就24小时，7×24小时，全天追着看。哦，他以前真的是他玩过以前我玩过的一个游戏啊，但是那个游戏我没有做视频，我是就带着大家一起玩，但是那个游戏我没有做视频，那时候觉得有点累。我在昆明的时候玩了一个游戏，但是那个游戏嫂嫂就充了10几万，然后有个人惹了他，他就追着人家到处看。打了3个月，这个没有打过，直接打退号了。这个富婆是谁？他没有男朋友。嗯，底子很干净的。你是要跟我认识吗？是的，每天打他半小时还不够吗？嗯，不够。这样吗？半小时是有点长，这个没办法，他这个数太高了，很可能就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是我只要小时候我能打过他，我就能越战89亿了。各位，我现在28亿、29亿，他是37亿的战力啊，他至少都比我高8亿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这是我们再解说一下，现在两边神龙先出来了，但是伤害都是很不够的，但是没关系，蜘蛛能扛一下，很能扛的。我先解散，先解体。好，先解体了，他的还在，我的先解体啊，他直接就把我打了。哎呀，我第二次神龙出来，但是我的神龙已经嘎了，哎，没有出来，这还是他，我看错了，抱歉，我是第二次合体之前就嘎了，所以他其实还是需要一些肉的，特别是这个古龙，他刚才应该不是神龙暴毙，是古龙自己死了，古龙缺乏一定的坦度，导致我没有办法维系下去，这个。就得要反复的根据录像来看，这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刚才那次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。你看这个扛伤，这个扛伤都扛起来了，很强。我给他地天之霜和黄金龙之威了。地天之霜，因为我发现他能够到50%血，就是他到50%血可以限制对方的一个输出，可以让他晕3秒钟，所以就还行。原本是要给蜘蛛的，之前是放到这里的，给古龙不太行，古龙掉到半血的时间太靠后了。所以我之前把地天放在这里面是有问题的，所以给他搞了一个闪步区替换了一下。地天他还是给蜘蛛或者给这家伙比较合适。这是官方吗？不是，是26明世金做的呀。最后再挑战一下，我觉得自取其辱，没必要。小龙听你讲解一脸不屑，怎么可能？我在好精准哦，这位宝宝。没关系嘛，金地也没打。哦，对，金地还没有打。 nice， 谢谢小龙的提醒。小事，小龙晚上难以妄图。小龙，你得赶紧学习剪视频，旁边那个电脑赶紧拿去学。我们旁边那个直播间，你就直接去里面待着，好好搞一搞。我去，你来晚了，来让小龙给你道歉。你来晚了，让小龙给你道歉，这怎么行呢？小龙给他跪下。他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，是不是？小龙拿出真本事出来，没关系。小龙是最后的大 boss 啊，小龙是最后，我实在打不过，我已经绞尽脑汁才需要小龙，现在不需要。先等等，让大家剪视频，我就来调号。小龙，你低估小龙了。小龙其实每天在看直播和发呆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他只要是想好好搞搞事情，对吧？所有事情他都兼顾啊。这个游戏玩得好，游戏帮别人调号调得好，视频做得好，直播还能看得很爽，对吧？然后每天还能睡2个小时，非常厉害的。小龙就是不吃不喝就不睡觉都可以的，非常厉害啊！补个2套11环是吧？啊，求求各位。帮我收一收龙魂啊！求求各位，龙魂高点收。我们多少钱收龙魂？5块都是。我们能不能收贵一点？我们现在把价格提高一点点，因为我出来差是空间龙魂，不是其他龙魂。啊，我们差的空间是吧？对，那就反正你就差光明，差光明，反正你就看着收嘛。反正定个不同的价格，某些缺少的我们价格定高一点，赶紧跟上进度，这是比较好的。反正这个东西就交给小龙了，到时候小龙做不好，让嫂嫂来给你打屁屁。还是陪我去打游戏。我觉得我打这个小龙有点那个同性之美，这个太暧昧了，还是不要。让嫂嫂来展示一番母爱的这个慈爱，对吧？用搓衣板啪啪啪的抽啊就可以了，博个差光明是吧？好，小事。然后这个东西我们每天都在打，小龙以后我们每天都要把这个打6倍啊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中间这角色我还是不要给他强化这些垃圾的东西，不要喂他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小龙看起来虚了很多呀。哎呀，小龙回去之后，对吧？茶不思夜不想。一直想来直播间，目睹嫂嫂的风采，不是吧？是趴菜吧？哦，趴菜，他随时都可以目睹的，对吧？博哥好像比我高10亿，那我就越战他10亿啊，这很厉害了，各位，他能越战我10亿吗？做不到呀，博哥怎么可能越战我10亿？是不是？不可能。好，各位，10点29了，最后我们来做一下这拍卖。好，刚才那个啥又来了，战役勃发，开始了。好，没了，59、30，差一点，应该还在。
他菜在的地方就有小龙。一二三四，独龙之心买了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结束。下面的不需要，我想要的基本上没有人和我抢的，我们在这区，哎，怎么就三个？应该是都买完了，一共是四个才对。为什么没有人用修罗？在这儿还有一个，为什么没有人用修罗？因为修罗他还没有开放使用，现在还不让用呢。你这个假粉，赶紧右下角直播间右下角小铃铛下载一下我们游戏，谢谢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把该用的用一下，就准备下播了。谢谢大家收看啊，欢迎大家每周二四六晚上八点来看我们的斗罗，精彩故事不带停的。这游戏肯定好玩呀。啊、有个东西没有搞，我们的魂灵还没有抽，魂灵现在其实抽了就是加一点垃圾属性，就是我们想抽一抽，把这个强化一下，别的也没啥。豆凯没有用，豆凯没啥用的。今天收了一个材料，但是收多少钱？好像是收了40块钱，还是没有，反正就是收了一小个材料。哎，图鉴为什么不能搞红色的呢？开服多少天？只有紫色、黑色。12到20天，是这样子的。来，就把红玉用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到。哎，差不多啊。各位，就不和小龙打赌了，反正小龙也没有钱。和嫂嫂打赌的话，嫂嫂你们嫂嫂她这个不了解游戏，虽然我坑她了，这个不太行，就只能铸造一下这个神将嘛，还是别铸造了，还是铸造这边这个比较好。欢迎豆凯箱子是吧？先不开。妄图有去新区的打算吗？新游戏的新区打算去，这个游戏就算了，咱们就在天时地服混吃等死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今天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播了，拜拜啦，拜拜，我们周二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